本人也是比较喜欢吃旧肠的，然后我当时买这一箱火腿肠的时候是买了40只，到了之后我也没有给它放在什么不是特别好的环境下去保存，然后吃到多一半的时候，就我咬开这个肠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它有硬硬的渣就已经进我嘴里了。我去找了这家店，他觉得我的储存方式有问题，所以就是态度非常消极不诚恳，还剩了19根肠，并没有出现像之前那样的情况，所以这跟我的储存方式没有关系。客服介入之后呢，当天就把这个全款就退给我了，我以为这个事情就到此结束了，我也没有说去主动招惹他，但是他在第二天上午他就来内涵我，内涵我素质低，内涵我们学校素质低，内涵我作为3本学校素质低，剩下的这些肯定都是不可能吃。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很荒谬，就我买肠和我是什么学历他妈有关系吗？真是觉得很无语了。